来吧，朋友们，给你们看一台老精品。说它老吧，也不算特别老，2016年年底的。看一下这发动机，非常漂亮啊！这车只干了1000来个小时，刹车皮子这都原车的，全部都没换过啊！刹车皮子，就这一条轮胎不是原车的，其他三条都是原车，整车没动过一颗螺丝。看一下这轮胎花纹特别高啊，来看一下这边发动机，非常的漂亮啊，没洗没刷，整车滴油不漏。这边刹车皮子同样也都是原车的，看这内脏非常的漂亮啊，边检都没动过，变速箱内部啊，多路阀，刹车皮子都原车啊。看底下，整车滴油不漏，轮胎前进的啊，花纹也都特别高，加长臂标准斗，这个铲斗的话是它加大了，这个地方从这儿啊过来，这是原车的那个侧刃，这边是加上来的一块，这也可以割掉啊，包括上边也加了一块。铲板原车的，这焊缝你没看都还高一块，没磨平呢。铲斗几乎是没有多少磨损，只不过是石料，干这石料的车啊有点缺漆，这个铲斗上边，下边还行啊，下边这漆面还不错。这轮胎，哎呀太漂亮了，这车啊，没洗没刷啊，刚回来的。来吧，看一下驾驶里边，非常规整啊，座椅同样也没破啊。一般这个时间长了，不管你干活多少，绝对崩线啊，这个还没崩线，非常利索啊。喜欢这车的朋友啊，点点红心，点点关注。